第三题，下图是化合物的简要分类图，请依据附图判断下列各化合物在甲到丁选项中的分类位置何者摆放正确。 A. 小苏打属于甲，小苏打是碳酸氢钠、碳酸盐类，我们列作无机化合物。食盐是氯化钠，没有碳，所以它也是无机化合物。醋酸它是一个有机化合物，那么同时呢，它是小分子，它是乙酸，所以它是属于乙。那么保特瓶我们知道它是一个聚合物，而且是人工合成的聚合物，所以呢，它应该在丁。因此第三题问我们说，判断下列各化合物在甲到丁选项中的分类位置何者摆放正确，我们答案选的是猪，保特瓶属于丁。